Hello， 又是我 Dicky 啊！今日的出车起步点就揀咗喺太和嗰边啦。至于点解会揀喺太和呢边呢？因为呢边有三间油站啦，可以入埋油啊，打下胎气啊，买下水啊嗰啲饮品啊。咁依家首先就介绍下出车嘅小常识先啦。咁每逢出车呢，我都会检查下胎气够唔够啦，如果唔够嘅话就喺油站打埋胎气啦，顺便就入埋油啦。因为我每一次出车之前我都会入一次油嘅，咁预防惊唔够油，到时周围搵油站咁就唔係咁方便。同埋都要检查下壁力够唔够啦，同埋正唔正常啦，因为我哋出车每一次去嘅地方都会唔同啊，上斜落斜啊，经常性都会用到壁力呢个情况啦。如果壁力唔够嘅话，就好危险噶啦。首先我介绍一下今日会带大家去边度先。咁今日咧，我会带大家去鹿颈嘅直升机坪啊。咁去完直升机坪会去边度呢？天气咁热，当然搵笪地方坐下饮个下午茶啦，亦都可以俾大家有一个地方聚脚点啦。呢间嘢呢其实开咗几个月都算係新嘅，咁係货啲车友啊，可以揸电单车去到啊，又可以摆到车入个餐厅里面啊，咁又唔使驚话摆街抄牌啦食嘢。今日嘅天气呢比预期之中呢真係好好，出猛太阳。咁大家出车嗰陣就查返啲防晒啦，以防晒伤啦，或者有啲朋友会带返啲冰袖啊，咁遮一遮隻手都会好啲嘅，冇咁容易晒伤啦。至于我自己本身就唔係咁怕晒黑啦，因为我都好鍾意晒太阳嘅。不过依家就少咗去沙滩啦，如果以前呢我就通常放假呢都会去沙滩晒太阳多啦。我相信好多朋友仔依家咁嘅天气一早已经去沙滩嗰边游水呀、晒太阳呀。不过依家大埔区呢喺大美督嗰头呢就有个新嘅人造沙滩啦，咁其实都几好嘅，我觉得。不过就海胆多啲啦，因为去游水踩海胆整伤自己就唔係咁想啦自己。所以如果去游水嘅话呢，去沙滩呢我都会选择去石澳啦，或者清水湾啦，嗰啲比较上会稳阵啲啦。不过呢就可能假期呢嗰边嗰啲车位呀、或者泊车呀就会麻烦啲啦。同埋加上依家有疫情啦，同埋抄牌抄得咁犀利啦，去到冇位咁就大链落啦，唔通咁沿途折返返屋企。话咁快又嚟到大美督，继续向鹿颈新娘潭方向。我相信大家听到鹿颈新娘潭，大家应该都好熟悉㗎啦个名，因为都好多朋友话新娘潭啊嗰边啊好多交通意外啊，好斜啊，咁你哋成日去嗰边怕唔怕？其实真係唔怕嘅，嗰段路又易行啦，只要自己嘅心态唔好諗住飞车，係諗住悠闲咁游车河啊，睇下风景啊，咁其实都係几好嘅选择嘅。如果假期入嚟鹿颈啊、新娘潭呢边呢都会有好多啲摄影发烧友啊，会喺马路边啊或者啲烧烤场啊嗰啲附近影相嘅。咁大家呢见到佢哋用个镜头射住你哋呢，向住你哋影相呢，咁大家记得俾个 like 佢啊，或者赞下佢啊，挥下手啊，咁因为呢天气咁热都好辛苦㗎。同埋过后之后未大家上下 Facebook 啊，睇下鹿颈嗰啲谷啊，睇下会唔会自己上咗镜啊，俾啲摄影发烧友影低咗你嘅
認知啦。依家都有好出名嘅景點，都會有啲發燒友喺度捕捉大家嘅認知嘅，例如有大埔道啦、馬騮山嗰頭啦、石澳啦，同埋大帽山啦、鹿頸啦，呢幾笪地方就通常都會有好多嘅攝影發燒友嘅師兄喺嗰度捕捉大家噶啦。至於行新娘潭鹿頸呢段路咧，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就係好舒服嘅，因為真係啲路又唔算太彎啦，斜路又冇乜啦，咁條路又闊啦，又唔算多車啦，咁比起上大帽山嗰段路咧就舒服好多嘅。上大帽山咧，因為佢彎多啦，同埋斜路啦，如果你本身是喜歡遊車河的話呢，就遊鹿頸呢就比較上好一點。如果你本身個人呢就諗住是有些進取型呢，那當然是行大帽山會比較上啱你多一點啦。如果日後呢大家想找埋我一起出車的話呢，那隨時都可以在這裡 contact 我啦，留言給我啦，或者你哋有地方出車嘅都可以 contact 翻我啊，通知我你哋會去邊度啊，咁我都有時間都會過嚟 join 埋你哋。一嚟可以認識多啲熱愛二碌揸車周圍去嘅朋友仔。依家都有好多二碌嘅師兄喺鹿頸嗰邊出翻去啦，因為我今日咧就比較上晏出車嘅，因為我成12點鐘先出車啦。我預咗呢條路線咧，去直升機坪咧嘅路線比較上短啲嘅，因為今日咧都係諗住行短短地嘅路程啦，跟住行完之後就去探翻個下午茶，帶大家去呢一個新開嘅二碌聚腳點啦，可以俾大家坐下吹下水，咁又唔使咁趕住走嘅情況之下，繼續坐喺嗰度飲杯茶，食個包。嚟到呢一邊咧，望住我嘅右手邊咧，沿岸咧都會有啲紅樹林喺度嘅，咁有啲避車處，大家都可以喺啲避車處擺低部車，影下相啦，吹吹海風啦，咁都幾舒服嘅。哇，前面塞車喎，兩個都唔讓，唔知想點呢？咁始終都要一個褪㗎啦，咁我就梗係唔會行前去啦。咁我喺呢度睇下佢哋咩情況，要褪嘅話我先至再褪啦。哇哇哇哇，使唔使咁快啊？咁睇住我啊，一陣嚇都唔知佢係假期司機啊，定係咩？喺呢度俾佢撞低都唔知邊個唔啱啊！真係，距離目的地應該都仲有幾分鐘時間嘅，趁呢段時間咧，就俾大家睇下周圍嘅環境啦，同埋呢條路線。前面左手邊都好多二碌嘅師兄喺度聚腳點啊，因為我都會喺呢個路口轉左入去啦，咁一路直入到尾之後咧，
就轉翻上去斜路，就直上直升機坪。系啦，嚟到尾呢度咧就骨头路嚟嘅，就转咗就上山啦。一上山上到顶咧就系直升机坪啦。好啦，咁讲到呢度先，依家就专心咁揸车，一阵先再同大家讲解啦。到前面左手边见有条路仔，有个直升机嘅牌咧，就喺呢条路仔度转左入去直升机坪里边。哇哦，终于都到达目的地啦！依家就求其揾个位摆低部车，不过呢度真系好晒啊！冇遮冇掩，又熱，上到嚟已經成身濕曬啦。好啦，依家就準備落車影下相，周圍行下睇下風景先。
好啦，依家就开车落翻山。总括嚟讲咧，呢条路咧都非常之好行。我个人认为咧，好适合 B 牌嘅新朋友仔啦，或者学牌嘅朋友仔啦，三五知己约埋上嚟，行呢条路。行完呢条路落山之后，咁大家都可以喺附近啲茶座饮下嘢啊，坐低啊，鹿颈下低都有好多啲士多啊，嗰啲唔同嘅茶座，咁俾大家喺度坐下饮杯嘢啊，都好多啲车友喺呢头附近饮茶嘅。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咧，就呢度就麻麻地啦，坐低又 OK 嘅，环境 OK 嘅，不过成日都会有啲阿 Sir 过嚟抄牌，咁会变咗唔方便啦。所以我自己都会捐窿捐下咧，今次咧就揾咗一间喺粉岭嗰边，因为由鹿颈呢头咧穿翻出去就系粉岭沙头角嗰边，所以我就揾咗一间茶座咧，叫做出级。順便介紹俾大家，可以喺嗰個茶座嗰度做個聚腳點啦，飲杯茶。依家就喺 Google Map set 咗茶座嗰個位置，因為本身自己未去過呢個茶座，所以都要揾下啦。唔知會唔會行錯路，要兜圈，所以咧依家就睇住個地圖，慢慢咁。不知道大家咧会唔会好似我咁，去完油车行每一个路线到尾声嘅时间咧，都会喺附近啊揾下有啲咩餐厅啊，或者啲茶座啊，去嗰边 hea 下食下嘢。每一次出车拍完片之后咧，就特别口渴，可能我去嘅地方比较上晒啦。所以自己就喜欢找些茶座坐下吃少少嘢，当是歇下脚给自己休息下。所以呢自己就首选喜欢找些可以摆到车的茶座，不用说吃吃下嘢，又说上来赶车抄牌，那就十分之扫兴了。嚟到呢度应该间嘢喺附近嘅啦。哎呀，不过过咗龙添，嗰间嘢就喺呢度啦。你望住左手边，咁冇办法啦。咁依家上咗桥，向住莲塘关口嗰边，再睇下有冇地方 U 翻转头啦。好，依家一出呢条路，挨晒右手边 ，cut 右边，跟住咧就喺前边，系啦，前边呢度右手边，跟住就有个路口 ，U turn， 跟住记住出路口望清楚啊，跟住 U turn 之后咧，挨翻晒左手边 ，cut 翻左，跟住就落翻桥。是啦，冇错。跟住如果冇记错嘅话呢，就应该一落返桥呢就有个回旋处。系啦，沿住呢条路挨晒右边咁一路转啦，跟住就好似系有个回旋柱嘅，系啦，呢个回旋柱，跟住转翻，跟住你见唔见到行人路呢度有个路口，跟住上咗行人路之后一路直去，跟住咧左手边咧就见到
嗰間餐廳查座噶啦，跟住之後咧就轉入去部車，直接可以擺喺裏邊噶啦。冇錯，就係呢度啦，呢度叫做村級，咁環境都唔錯啊，咁可以擺到車，又有廁所。好啦，咁依家就準備落車，睇下有啲咩食，買杯嘢飲。食完嘢又到開車嘅時候啦，咁大家記住咧，開車咧嘅時候就去個廁所，因為唔知道大家翻屋企途中咧會唔會好遠路程啊？呢間餐廳老闆都好熱情啊！咁聽說咧，餐廳老闆咧就話呢度都可以包場嘅。如果有啲車會啊，或者多人啊，二三十人啊過嚟呢度咧，包場可以 BBQ 啦，都唔錯啊！呢笪地方，重點咧呢笪地方咧唔會有其他外人過嚟包場宵夜食啦，嗰啲因為比較上偏僻啲啦，係因為都係for啲車友二碌嘅車友嚟嘅啫呢度。因為如果冇車嘅人士咧嚟呢個位咧，就比較上困難啲。上咗橋嚟到呢個位置咧，就向住上水大埔粉嶺方向，咁就會咧穿過龍山隧道出翻去噶啦。希望今次介紹呢個景點同埋餐廳茶座，會俾大家一個參考對象啦。咁日後有機會出車嘅朋友，可以試下呢間嘢啦。好啦，依家就準備入龍山隧道。好啦，到呢一 part 又到今日嘅行程嘅尾聲時間啦。日後我都會拍啲唔同嘅類似呢一類型嘅片啦。遊完車河之後喺附近有啲乜嘢茶座啊嘢食介紹俾大家啦。希望大家鍾意呢一類型嘅短片啦。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 OK 嘅話，就俾個 like 我啦，同埋記得幫我點讚、訂閱、分享同留言啦。再撳埋個鈴鈴之後咧，咁日後咧有咩新片就會自動通知大家噶啦。今日嘅行程就告一段落啦，條片就暫時錄到呢度先。歡樂時光過得真係快。又是时候讲拜拜，好啦，拜拜。Yeah.